从选秀节目《偶像学校》出身的女团 For Miss Nine 5日下午举办第二张迷你专辑的 showcase， 少女们身穿白衣粉裙，以更加成熟的表现带来回归舞台。For Miss Nine 也分享了他们很想完成的目标。데뷔한지얼마안돼가지고일단첫번째목표는많은분들께저희 Promise Nine 이라는이름을좀많이알려주고싶다이런것과또두번째목표는이번연말에꼭신인상을타고싶은데 네저희가장큰목표입니다预祝女孩们能心想事成喽！